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这个疗剂呢、叫臭 Bromine，B-R-O-M-I-N-E， 臭、臭是一个、我叫 halogen、好像氯气咁样臭。咁、臭呢兼喺有啲地方嘅湖水，譬如Chrisa 同埋个 Woodhall 呢个地方啲湖水呢，臭呢系一个主要嘅元素，喺湖水里面嘅元素嘅。咁臭呢通常呢系用喺对一啲我哋累力型嘅细蚊仔，即系有肺痨倾向嗰啲小朋友啦嘅胀腺体嘅胀大，通常呢系胀同埋结节，但系呢就系冇化脓，记住呢佢系胀系硬结，但系就唔会化脓咁样嘅。好啦 ，Grimmer 大家都知系一位同类疗法嘅癌症嘅专家嚟嘅，咁佢就认为咧呢、這个疗剂咧可以用喺乳癌啦，嗰、个而好多病咧通常咧系有。有鼻流鼻血 ，OK， 即系如果佢有呼吸系统嘅问题，个胸即系胸部嘅啲毛病咧，通常咧系会有埋加埋流鼻血呢、這个 ，OK， 咁或者缓晕加埋流鼻血 ，OK， 咁佢缓晕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就系、是、有一种向后跌嗰种嘅症状，有时见到流水吓，佢、就会特别怕嘅。或者咧，佢叫佢行到嗰栋桥嗰度咧，佢好惊嘅吓，即系好特别怕嘅呢种咁样嘅缓，呢种咁样嘅缓晕啦。好啦，咁受影响嘅腺体啦，好多啦，包括甲状腺啦，包括嗰、那个男性嘅睾丸啦，嗰、个上颚啦，同埋咧嗰个丝梭maxillary 同埋 parotid 嗰啲结节咧，记住系胀同埋系硬嘅 ，OK。是硬的结节的。好了，在精神状态方面呢、有很多的、会出现很多的、紧张的焦虑的情绪啦，或者呢是怕鬼啦、怕那些在黑里面怕见到一些影像啦。还有呢
臭嘅人咧，係喺海邊啊，就會覺得佢覺得舒服啲嘅。嗱，鹽型嘅人咧，去海啊去海浴咧係唔舒服嘅。咁臭嗰、那個呢個療劑嘅人咧，係喺海近海邊咧就舒服嘅。咁亦都喺歷史上咧，就有啲水手咧啊喺去行船喺海嗰度咧好好嘅，但一上岸咧就差嘅。OK， 好啦，咁佢呢個亦都有扁頭痛啦，係主要係左邊嘅啊，向前角個彎腰咧就會更加差，同埋咧飲咗牛奶咧係會更加差嘅。OK。好啦，咁佢呢一种嘅缓晕咧，有一种好古怪嘅缓晕咧，就嗰种感觉咧喺脑嘅深处啦，系出现嘅嗰种缓晕喺脑部嘅深处吓，好似咧就系嗰个缓晕咧就快会走出嚟啦，咁同埋咧会向后倾啊，见到流水好惊，或者咧好怕咧系行桥噶吓，好啦，咁同埋喺潮湿嘅天气会差嘅，咁记住咧。緩運咧加埋流鼻血啊，跟住流鼻血咧係伴即係陪伴好多好多嘅不同嘅症狀，尤其是胸口同埋肺啊呢方面嗰、那個、那個症狀啦。好啦，如果出現嗰個白喉咧，通常咧呢個療劑嘅症狀咧，那個白喉咧就會由嗰個咽喉開始咧就慢慢向上走嘅啊。如果出現敲敲 croup 嘅時候咧。啊，咁佢声音都系好似敲敲嘅声音啦，啊，好多松散嘅痰喺个咽喉度啦，啊，同埋咳啦，但系咧就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咧，佢就系冇窒息嘅感觉嘅，啊，即系有好多时候要敲敲咧，啊，尤其是细蚊仔敲敲啊，啊，会有窒息嘅，咁呢个臭呢个疗剂咧喺敲敲咧系有晒一般嘅啊多痰啊呼吸即系嗰、那个。咳啊，但系冇窒息嘅，啊就唔似另外一只咧，就嗰个硫化 hiposulf 啦，嗰个硫化钙嗰个咧，啊 hiposulf 咧就有呢个嘅啊一种症，有呢、這个窒息呢种嘅感觉嘅。OK， 咁如果系出现嗰、那个肺痨啦吓嘅时候咧，通常咧系右边嘅肺痨，啊心脏会肥大同埋心跳。而嗰個心痛咧，就會向嗰、那個那個腋下咧去移去嘅移走嘅。一個好得意嘅症狀咧，就係咧喺女性嘅子宮咧就會放氣嘅，啊會排氣嘅，呢個好特別嘅症狀嚟嘅。啊，大家如果留意到呢個症狀嘅時候咧，記住咧bromian 臭咧係呢個嘅症狀嘅。咁同埋咧那個病人咧，有陣時候咧係晚飯之後咧，感覺咧佢就會可能會中風啊，同埋咧係任何嘅粗勞咧，會令到個心胸咧心嗰、那個心臟部分咧有一種壓迫感啊，咁呢啲咧就係臭呢個療劑嘅主要嘅症狀嚟噶啦。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